乔帮主，你就是那辽人夫妇的遗孤，你是辽人？不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就算会说爹，我是汉人，我是汉人，你们胡说，我怎么会是辽人？ 本将军一定要报上次你们丐帮祸害我辽下结盟的血海深仇，乔峰呢？让他滚出来！我家帮主不在，既然你们是来寻仇的，那么我丐帮众人就将和你们。 誓死一战！对，誓死一战！哼，就凭你们这些乌合之众，哼，笑话！除了乔峰，你们谁还会降龙十八掌和打猫棍法呀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让本将军见识一下，本帮的打狗棒法和降龙十八掌是为了抬举对手才这么叫的。 可你呢？说自己猪狗都不如，而是猫啊、蛇呀、啊、这些个小畜生，你非要这么说，那也没办法。那我们就成全你的心愿，让你见识一下。请问阁下，你是做蛇呀，还是做猫啊？嗨，你这打猫也好，降蛇也好，都是些屁话。来呀、啊，有本事的话！ 跟我比试比试啊！哟，我的乖徒儿，你也来了呀！哦，见了你师傅，怎么也不磕头问个好啊，这么没礼貌。你什么你呀，乖徒儿？这丐帮帮主可是我的结义大哥，这些人都是你的师叔师伯，你可不能无礼啊！你这个王八蛋，狗杂种！你这是在骂谁是王八蛋狗杂种呢？ 对，老子喜欢说谁就说谁。哎呀，我是你师傅，难不成还管不了你了吗？还是说你想反悔做乌龟儿子王八蛋了？拜见师傅。哎呀，真是好徒儿。那么为师现在就命令你，不准和这些师叔师伯们动手，给我乖乖的到一边待着。 听见了没有？老子，我的乖徒儿，叫师傅，别叫老子，这称呼可不能随便乱改呀！听见了没有？尊师重道，你不懂吗？我云中赫赫，你这臭小子可没什么关系。<笑>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快来救你师傅！老子没听见。哎！ 这儿呢！吴长风讨教了。司厄运，你怎么来救师傅啊？老子听不到。你捂着耳朵还能回我话？居然说你听不到？老子真听不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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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王姑娘，段公子，你说我们该帮哪边好呢？怎么他会在这里呢？当然是帮丐帮了。不过，我大哥如今都被丐帮的人给逼走了。这可是丐帮的人一直在污蔑我表哥，我还是帮那个瘦竹竿教训教训他们。啊，王姑娘，吴长老的这套四象六合刀法，其实含有八卦生克的变化。你若使出鹤蛇八打，一定可以轻易取胜。上当了，上当了！吴长老用的是奇门三才刀，正是他鹤蛇八打的克星。这个丫头连老四的功夫都知道啊！哎哎哎，那个是不是我师娘啊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你这个臭徒弟，还不快闭着你的鳄鱼嘴！我，她是不是我师娘？我不关心。但是，你们谁跟我打呀？我要这姑娘跟我说功夫。西山河，来领教领教。哎，丫头，快点指点这老乞丐来。五台山二十四路伏魔杖，西长老，你可以用伏魔杖的后八掌连攻这个人的下三路，他南海派的连攻杖门在下排。你，这丫头竟然也知道我的功夫！哈哈哈哈哈！西长老，西长老。将军，这个女子似乎通晓天下武学，可以留为西夏一品堂后用。好，一定要生擒那个姑娘。女人抬走。是。带走，全部给我带走，把那两个女的赏给弟兄们吧。好，将军，你看看能不能将这两个女的直接带回西夏，赏给末将做婢女所用。李延宗，你立了大功，这两个女的赏给你吧。谢谢将军。将军，在下再去前方看看是否还有漏网之鱼。好，咱们天宁寺会合。王姑娘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中了毒，身上一点力气没有。中毒？哎，那可得赶紧给你找解药啊。我现在身上又湿又冷，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雨吧。啊，好好好，你再忍一会儿啊，我们到前面找个地方避雨。去，走，快点，走。乔帮主，乔帮主，救命啊！乔帮主，救命啊！快点，小梦。乔帮主。
中了西夏人的毒，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。他们身上或许有解药，我去找找。好臭哦！这什么味道？臭死了！啊，现在舒服多了。两位姑娘，西夏人为什么抓你们？西夏人不光抓了我们，你们丐帮的人也全都中了毒，落入他们手中。什么？他们在哪里？在杏子林。我们被押走的时候，他们还在杏子林。两位姑娘没事了，我得赶去救他们，后会有期。乔帮主走啦，阿朱姐姐，阿朱姐姐，你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我在想，段公子和王姑娘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去找他们吧。